么鬼呀、啊？颁奖典礼现场还有两个小时时间，这么快一点？你看这时间，现在已经跟江浩哥工作，最重要的一点，绝对禁止催促。江浩与苏远晴这对我们非常熟悉的完美情侣，受邀成为某品牌形象大使，月内即将奔赴冲绳拍摄品牌广告。江浩我们很熟悉了，十年来稳居偶像剧一哥宝座，连续五年被票选为女人最想嫁的白马王子第一名。可是之前有传言，这项代言曾经属于新晋人气小生周翊然。说来也真是巧，周翊然自出道以来和苏远晴的绯闻就没有断过，看来不论是爱情还是事业，周翊然都还要再努力哦。不好意思，大家久等了。江浩哥，你的衣服没有，我们也刚准备好。江浩哥，请挑挑您的手表。江浩哥，您的领带。其他不用，谢谢，大家辛苦了。没有，亲爱的，辛苦。哎，能看到这么帅气的我，就算辛苦，也是值得的嘛。江浩哥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，可以开始了。祝搜狐时尚盛典生日快乐！我是江浩。说的太好了，江浩哥，你这套衣服显得你特别年轻。你说话真有趣。开除他。我伤害过你，你忘了吗？你为什么？